我踩碎了，吓死我了！乐乐熊，前面有一个巨大的螳螂，别害怕，我去看看。啊！好大的螳螂啊！我是大刀螳螂，奉阿巴乌大王的命令来夺回魔盒。乐乐熊想收集到下一首歌，就必须过我这一关。不会吧？啊！怎么办啊？退回去。 还小什么？不敢动了吧！交出魔盒，本大爷放你们过去。讨厌！大家快想办法呀！干脆我学学聪明的一休吧。一休，想出办法了吗？你倒是快点！一休，你是不是想出来了？快说吧，什么办法？一句话也没有。 要从此路过，留下买路钱。交出魔盒就走路。你快来拿呀！魔盒在我这儿。哎，来呀！你这个小猴崽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真没了！哎呀！跑不掉的！来呀！来呀！ 螳螂魔盒在哪儿？小猴崽子，把魔盒交出来！命快没了，还战斗呢！哇，聪聪可真厉害，他可真有本事把那螳螂给吸引过来呢！哦，螳螂，你可真能跑啊！炮是我大刀的强项！哎，嘿嘿，交出魔盒，快！不好，聪聪有危险！ 大家快让石头！哎呀！哎呀！逃走完了，那我要把你们头头消灭了！敢拿石头砸本大爷我！大家快让！哎呀！把魔盒交出来！大家快让开！熊猫千顷！啊！哎，头冒星星！哎呀！趁他还没有清醒。 大家快分散跑！好，可恶的小崽子们！哎，本大爷要让你们尝尝更厉害的东西！一块石头算什么？看我的大刀毒液弹，高科技哟！杰克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紧呀？好讨厌呀！吐了我一裤子！谢谢你，你太勇敢了，以后我再也不嘲笑你贪吃了。 快点，杰克，怎么样啊？螳螂吐了他一裤子臭东西。看了吧，跟我作对。乐乐熊，快魔术一百遍吧！闯闯，看你的了。好，激励激励，魔术一百遍，魔术超人。哎，哎，哇，好棒啊！闯闯超人，我来了。大刀螳螂，我可不怕你，来吧。 听说那座彩虹山是的风景特别的不错，我和乐乐熊好像鼻子的蘑菇小象，画着小篮子说摘下满满一兜子的果果，彩虹的糖糖，那么的烟，粉粉的泡泡，那么多烟，红山上的风儿吹掉了我的妈妈，我追着它跑啊跑啊，我跌了个大粑粑，我听见远处哔哔像擦布丁的叫，乐乐熊快来，这有好吃的，我跑去一看，原来是满地。 三星爸爸乐乐熊是好多框框说要回家做果酱，粉红的云儿飘向了山脚啊，绿绿的草地向我柔软擦床，太阳公公洗好澡出来向我们问好，我们躺下听他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。传说这座彩虹山就是一位彩虹公主啊，她有好多美的裙裙，还有好多美味的澡堂子，只要吃下一个就实现一个最美丽的梦想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想要什么呢？
乐乐熊说他要一座蜂蜜做的房子，而皮皮想小心才变成杂志的摩登女郎。我说我想要下他所有的糖，这样我就可以实现更多美丽的梦想。可恶，来就来啊！小妖怪蛋，哈哈，怎么样，大头螳螂，没有办法了吧？还有什么绝招都连环打到毒液蛋。闯导弹，哎，我不怕你，哈哈哈哈。糟了，魔术时间到了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乖乖交出魔盒吧。别过来，闯闯别怕，激励激励，魔术一百遍，魔术飞行器，又想往哪儿跑？焦焦兔，快点啊！快，快点啊！焦焦兔，焦焦兔，快点！等等我，快点，快点！焦焦兔，快点啊！焦焦兔，在哪儿啊？焦焦兔，焦焦兔，你在哪儿？焦焦兔，完了，这么高掉下去，焦焦兔一定会有危险的。都怪我，焦焦兔都是为了救我才跳下去的。别难过，这也不能怪你啊，都怪阿巴乌那个大坏蛋，还有那个大刀螳螂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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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啊！是只小兔子。小兔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还活着！啊，危险，小心！啊，多可爱的小兔子，我从来没有见过，你还会说话的。会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叫春香。哼，小兔子，快下来吧。难道你是从月亮上面掉下来的？你就是传说中的玉兔吧？怪不得这么可爱。我不是玉兔，我是从上面的悬崖掉下来的。我和乐乐熊还有小伙伴们正在收集中国56个民族的81首儿歌，要拯救魔法王国。大坏蛋阿巴乌派来一只可怕的大刀螳螂追杀我们，那只大螳螂张牙舞爪的，两把大刀，口吐脏东西，好臭，好恶心的。我跑慢了一点，所以才摔下来了。现在小伙伴们一定到处找我呢。